我得赶紧走，我让我爸也给我准备。啊，二大爷，你走了，你赶紧把钱给了。啥？我给？那不行啊，大爷，我是因为吃了你家辣条才辣成这样的，还得用到一个免费，这这也还不够，是二爷吃的。你咋样？也对哦，谁也不对，我家也没有那么辣的辣条啊。二大爷，我在你这买的小年兽怎么就剩中指了？不行，你给我换一个。啊，我看看。嗯，可真是中指啊，那小年兽也没有了，那要不给你包守护条吧？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剪猴的，那那那给你把《西游记》你试一下。哎，还真剪猴了！我先走了，大爷。这个《西游记》三百本还真能剪猴。